你同佢講聽下，呢個開始未？我開始未？開始未？開始未？開始啦！開始啦！開始啦！大家改準備啊 ！King 啊！即係嗰陣時，好得啦！開始未？開始啦！如果呢個嘅話係好，十個月。但如果真係佢話想練就想停就咁好。如果大家阿輝唔知點解，你屋企唔同呢個情況，進步咗啊啲，收力收力收力。多謝啊！因為我成日都聽講，之後新都係呢每次對啲球咧都唔夠，都唔夠油膠。因為我幫我升低，咁佢走啊走啊，哥走啊！佢話埋個摔跤手，咁佢就我一點點玩，我一點點玩，放心放心，佢都玩到好難，我出唔到啦。一分鐘一分鐘，唔好背脊對住啊，哥。係因為佢啲人想投俾你聽，你睇緊，即係條褲翻。外到踢到頭，解得。再偏隔離外，你再望。踢翻嚟咯。係呢度上外。爆紅豬喎！大唔多啊，三十零秒。对拳对拳。